讲一讲你当年最受欢迎的情况。其实我本身是非常木讷寡言哦，是发出来寡言，哪里寡言的完全不一样。是是是，我太太是我的唯一，她是我的唯一，好像我是僵尸哦，先到仓库哭了，走不要了，阿伟叫你来的。你好，江山如此多娇啊，啊是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啊，数千古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哎呦，厉害！想跟我告白，需领号码牌。哎呦，宪哥，点赞后面想很久。他今天的小抄带了很大一张哦。好，一起来欢迎这位，一见面就是来一个诗词的这位文青，请出场。昔日男神，哎呦，哎呀，热巴，没有礼貌，是不不，刚那一段是看小抄的，对了，啊是吗？真的假的？前面一段话是我们宪哥回来，回来，毛泽东的词哦，那个《沁园春雪》是《沁园春雪》，讲一讲你当年最受欢迎的情况。其实我本身是非常木讷寡言哦，是发出来寡言，哪里寡言的完全不一样，是是是，我太太是我的唯一。他是我的唯一，好像我是僵尸。哦，先到仓库哭了，不要了，阿兰叫你来的，阿兰，阿兰，阿兰有讲的就好。所以他这个大学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女孩子，没想到就是一辈子，唯一耶，四十五年，而且任拔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，很固身体的，他说很多男人都会痛风。他说：“想要不痛风，怎么样？就要从一而终啊！漂亮，押韵哦，漂亮，是为了押韵吗？真的吗？这个为了要押韵而已，这个跟医学真没有关系，所以有点硬啊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我老早痛风死掉。”干嘛说出来？没人不知。先让他看看当年有嘛，是吧？哇！哇塞！跳高。枪有没有看到？裂裂出来了，我没有。猎枪，猎枪，必须要澄清一下，枪好长哦。以前是合法的，对，合法合法。我们那时候，老师有没有记得？这个是打猎用，对，打猎用的气枪是合法，可以申请。这是我大一的时候的照片。哇，好大一把枪！你也是南部眷村吗？高雄，高雄，高雄。哦，你看那个时候，视频老师，你看也是满头黑发，这个这个高度15公分的，15公分，为什么要一直强调？跟一个差不多。来，两位请到我们前面来，有得拼，有得拼。目前还是你，好不好？您就不要客气了，当仁要不让。没错，好吧。一位是这个算是纯情男，从一而终，一生只为一位女人，没有痛风。感恩。这位是情海漂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四处为家。干嘛给？我也蛮纯情的。好难哦，太难了。两位，不要给他们压力，请看正方，好吗？认真选哦，他们都很 care。哎呀，这怎么选？在你心目当中，哪一位是昔日的男神的一号跟二号？请投票开始，举牌。一号，三二一 ，Go！ 投票。好，一二二二二二二，啊，任霸，感恩，哦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感恩感恩哦，恭喜恭喜，来来来来，哦，两位惺惺相惜哦，你看，你说没有心机吗？对，你看还故意把人家乱穿，折成这样，对不对？发表要改落选，落败感言，怎么可能输给他？没有，你我刚刚已经讲了嘛，你气到整个脸都变形了。不会不会，我拿我的气，哎，他是没有，他不会自己流汗流成这样。我刚刚就已经流了，就流了。他一出来我就很紧张了，我就一直流汗了，对，我就流汗了。对啊，因为呢。据我了解的女生呢，女生真的会比较喜欢这比较专情。哦，真的哦，是是是是。我只交过一个女朋友。好，哎，没有人相信哦。真的吗？你的你为什么满头是汗？对呀，应该同全场流汗。说谎都会流汗。没有人相信。好，那么现在这个冠军已经是任拔了，好吧？目前呢，目前您就先坐，先坐，好吧？是是。你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呢？当然，就说现在是一切很好，突然有个女人让你觉得哇天哪，就是她。然后他也突然间很喜欢你，然后就哎走中，其实我最感动是江蕙一首歌《遭奸》，因为江蕙有歌让我很感动。哦，江蕙那一首《Gay Out》，我希望你比我先走，因为我也不甘，化力为万把赛了。因为对方先走的话，你在处理别的你也安心。喂，比较不会愧疚。阿南会考，阿南你先坐，你先坐，好吧？
可能要问一下东部的朋友，我跟你讲，有翻唱过，这首听过了，雪落下的声音呐，不是，当然不是啊，我听过，怎么唱？不是啊，为什么中部的特别难？是不是制作单位在搞我们？哎呦！这段话的表情好沙，你那么大只，我们哪搞得到？这一张专辑是说实话那一张，哦，里面的一首算是第二波主打。说实话，歌名是我忘记了。实话最难说，实话最难说。美珍现在剩几个？我现在一个。一个。一个就真的你要等车哎。剩一个，他好像在做不爱做。老公还有再拼几个吗？没有，你有在拼吗？你要争吵还我有在拼，关我什么事？我拼我的，你拼你的。他陆陆续续拼一些啦。我还要续。他好像是揪你两个人要拼一对啊。对。连我七秒他也知道。好像在拼酒哦。还问我要不要拼一个？哇塞！哇，七秒就有一个啊！你赶快打你的敌啦！你的专辑供出来啊！三秒，恭喜答错。来来来，不是你有他，你看是没有答案是不是？答案是说实话啊，说实话，说实话。哎，那我答对了，没有答对，不答，你不答，你说真的忘记了？你说是专辑里的这一张专辑是说实话那一张，哦，里面的一首算是第二波主打。说实话，歌名是我忘记了。那一张他刚刚有讲，不是讲到答案，但是等一下。中部人都恨你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北部的，拜托了，几千两，我觉得既然是不急啊，对，既然是一千块，我觉得也是不能随便给。他精神，他真的没有说，他真的没有说答案是说实话，没有，他说是说实话专辑，专辑，他自始至终没有说歌名是说实话。哇塞，可是我们你还是给他来拿。可是我觉得啦，因为他刚刚已经解释得很清楚，他有很清楚的陈述说这是说实话那张专辑的，对，有，所以我觉得按照规矩还是不能过。来东部，东部，东部，东部人是最温柔的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说实话，说实话，为什么？我觉得他不适合出声了，就不让 Echo 来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有点尴尬。因为要说实话太辛苦，太辛苦。对对对，等一下，好，那我们就来，少杰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，谢谢。